你会在什么情况下分性别评价一件事物？看到一场交通事故，哦，女司机，我们说你胆子这么大，一点也不像个女孩子。我们说你这么文静，不爷们儿。我们说女生学不好理科的。我们说你个男孩子为什么要学护理学？我们问女人，你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？同样的问题，我们从来不问男人。你会在什么情况下分性别评价一件事物？我们问什么是独立女性，从来没有人讨论什么是独立男性。我们祝女孩越来越美，我们祝男孩事业有成。我们说练拳击的女生嫁不出去，跳芭蕾舞的男生娘娘腔。我们说做个好女人，不必读那么多书，不必打拼事业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还是应该以家庭为重。我们说做个真男人，别哭，别说自己喜欢粉色，别整天蹲在家里，别像个女人。为什么要分性别来评价？为何我们要求拥有厌恶的性必须像男人？为何男性没有脆弱的权利？像个女孩一样，不是赞美，而是贬低。温柔、善解人意、顾家、整洁，这些美好品质为何是女性专属？独立、勇敢、坚强、打拼事业，这些事情难道只有男性才能做到？女人要温柔，不对，是人要温柔。男人要坚强，不对，是人要坚强。女人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，不对，是人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。男人不能哭，人不能哭吗？让我们可以温柔，也可以勇敢，可以浪漫，也可以沉稳，可以坚强，也可以哭泣。性别不是边界线，偏见才是。